梦见别人打我。梦见别人打我，代表着梦者近期将会受辱或被人奴役，是不祥的征兆。怀有身孕的人梦见别人打自己，预示着梦者会生个女儿，但在冬天会生个男孩，但一定要慎防流产。谈婚论嫁的人梦见别人打自己，说明双方最初可能会意见不合，但只要耐心交流，便有希望能成婚。创业的人梦见别人打自己，代表只要梦者能把握时机，尽力发挥，就会名利双收。准备考试的人梦见别人打自己，预示梦者只要文科多用心，便能被录取。打算出门的人梦见别人打自己，建议延后再出行。